看新闻，开视野，欢迎收看今天12月8号的公视手语新闻。头条新闻来看到，诉讼长达了7年的中石化安顺厂戴澳星污染案，台南地方法院昨天宣判，经济部和中石化公司应该要赔偿1亿6000多万元给320多位受害的居民，但是这些受害的民众则是认为判决的金额不符合期待，将要讨论是否上诉。台南市安南区中石化安顺厂污染造成附近的鹿儿里、显公里和四草里等地水域农田戴澳星含量超标，附近居民罹患糖尿病癌症的比例上升，受害居民集体向中石化经济部求偿3亿5000多万元。在经历七年审理，台南地院下午判决经济部中石化应该赔偿320多名原告1亿6000多万元。当然啦，这个六千几万嘛，无达到我的理想，但是呢，我爱尊重这些原告，所以我爱含律师团，含这些原告，做一个讨论了后，才决定。而常年陪伴受害居民打官司的教授黄焕章也表示，这个判决其实就证明，民国71年之前，中石化原本的股权就在政府身上，所以不管中石化、中油或者是省政府，才是真正的污染行为人。因此，希望政府可以出面道歉，还给居民一个公平正义。啊，既然这个判决已经证实了说政府有明显的缺失，我们希望总统能出面来正式道歉。另外我们希望尽速完成中石化的污染整治。还大地，还当地居民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对此判决，法律扶助基金会律师团也表示，虽然赔偿金额不如预期，但已经明白揭示安顺厂确实有污染情势。律师团会在收到判决书了解内容之后，再和居民研议是否提起上诉。记者温正恒台南报道。再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自由时报的头条也是刚刚报道过的中石化安顺厂的国赔案，而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一样，都是台积电昨天向投审会递件，正式申请要到中国大陆设12寸的晶圆厂。而看完了报纸头条，继续再来关心的是，财政部公布11月海关进出口贸易的统计，出口是连续10个月衰退，创下金融海啸以来最长的衰退记录。年底旺季来临，但我国出口连10个月负成长。财政部公布11月出口贸易衰退为16.9%，今年最大减幅，金额为221.3亿美元，是创金融海啸以来最长的衰退记录，也是连续第6个月两位数字的衰退。中国大陆它产能过剩，低价倾销，再加上它一直在发展这个在地供应链，这对我们的那个需求总是会有一些排挤的。以前的一些主力产品都受到一些国际产业竞争的这个影响，这是我们的一些隐忧啦。财政部表示，由于全球景气复苏步调缓慢，农工原料价格低档盘跌，厂商备货意愿再趋观望，导致我国11月贸易持续呈现颓势，而且电子产品碍于库存去化持续，光学器材则因产业热烈的竞争市况不稳，才让减幅明显扩大。另外像是矿产品、塑化产品、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受到油价、钢价再度下跌的影响，出口也呈现锐减。塑化、石化的相关的产品占了1/3，以油价的下滑造成出口直接跟着下滑。虽然美国好，但是对全世界的进口并没有大量增加，所以造成全世界呢可能没有想象中复苏，没有那么预期。学者认为，石油价格下跌加上大陆红色供应链排挤效应等是干扰台湾出口前景的因素，如果想要改变出口的表现，就必须从经济转型着手，提升产业竞争力，才有机会摆脱出口不振的情况。记者魏瑞林、郭宏特报道。国民党正副总统参选人朱玄沛无法全力拼选战，反而被王如玄军宅风暴笼罩，
低气压拖累选情。朱立伦竞选总部主委胡志强昨天上广播节目，批评王如玄没有选举过，把事情看得太轻松。军宅案已经为国民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必须要马上止血。怎么能够搬出军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继续拖下去不是国家之福。2016总统大选只剩五个多礼拜，但国民党选情一直笼罩在王如玄军宅风暴当中挥之不去。朱立伦竞选总部主委胡志强七号接受广播专访时，批评王如玄把事情看得太过轻松，军宅案已经给国民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不能再拖。那王主委好像以前没有选举过嘛？没有，所以他可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有一点点轻松了，他认为合法就好，选举哪里是合法就好。胡志强透露，当初王如玄未点头出任副手时，就已经跟朱立伦提过买卖军宅，还强调一定合法，不会出问题。但身为副总统参选人，格局得更大，外界的检验标准也会更高，更得要符合民意期许。有错扛起来，不要说他不是问题。是不是问题不是你能决定，不能说那、no, 以前有这个事情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是副总统候选人呐、啊，对不起，你现在是啊，所以就要用比较严、比较符合民意期许的观点来看这个。军宅案成了负面议题，胡志强认为不能责怪民众有负面情绪，国民党必须要马上止血。他接下竞选总部主委前就有想法，会再和党内讨论。而国民党对于军宅案在党内外延烧，近两日将会积极回应，给出交代。记者小陈柏玉台北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公布经济政策，要发展产业引擎，以三公四建的基础发展台湾供应链。同时他说也不用排斥红色供应链的冲击，反而可以合作，因为只要有竞争力就不怕竞争。那我们用三公四建公布经济政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端出三公四建的产业引擎规划，全力发展台湾供应链，从壮大科技实力到产业 4.0 升级，建立台湾自由经济岛的三公基础，还要建立自由品牌供应链，扩张到上中下游，而且面对红色供应链的崛起也不必怕。红色供应链跟台湾供应链是可以一起合作的，也就是不一定一定要相互排除。朱立伦提出台湾供应链和红色供应链合作，危机对手蔡英文曾经在经济政策上打出南向政策的说法。朱立伦也认为22K 的低薪已经被企业滥用，已经在推动加薪四法。至于6号举办的全国青年论坛，蔡英文因为行程规划并未出席，朱立伦也借力使力批评蔡英文对青年不够重视。是心态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面对问题，愿意面对年轻人，我们再多的行程都能够克服。就像辩论的这件事情，如果真正愿意辩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希望四报一社还有公视的这个赶快成型，也希望各个电视台都提出来，我们辩论越多场越好。对于副手王如玄陷入军宅争议，影响朱玄佩的民调下滑，甚至和亲民党阵营的民调差不多，朱立伦则是四两拨千斤，强调没有相关的讯息，低调带过。记者陈柏玉台北报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目前选情稳定，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小猪铺满的回收状况不如预期。担任蔡英文全国竞选总部主委的高雄市长陈菊呼吁支持者捐出小猪，力挺蔡英文继续改革。小猪回娘家。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竞选总部20号将举行全国小猪回娘家活动，希望支持者能在当天将要捐给蔡英文当政治现金的小猪送到全国各地的竞选总部。不过由于目前蔡英文选情稳定，也让小猪回收状况不如预期。身为蔡英文全国竞选总部主委的高雄市长陈菊特别请假北上举行记者会，呼吁支持者用小猪力挺蔡英文与民进党继续改革。我们用小猪来对抗庞大的党产，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用小猪的力量陪同我们走最辛苦的路，
希望我们一起来完成台湾社会改革的理想。蔡英文星期一没有安排公开行程，他的副手陈建仁则是到新北市三重为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高志鹏辅选，要为因人配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最主要的，我也充分的去了解民进党的相关的政策还有政见，那我也是智库的一部分，所以我对政策是有一些了解。选战倒数40天，陈建仁努力冲刺，不但要帮蔡英文增加选票，也要帮民进党辅选争取国会过半的目标。记者张雄、林世坚、郭俊霖，台北、新北报道。再来关心海沙屋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彰化检方接到了检举，中部地区有不肖业者盗采海沙，混进了建筑用的河沙，流向混凝土业者，检方展开了调查，而初步过滤，至少有13名的业者有涉案的嫌疑。台湾混凝土工会指出，海沙混进河沙，连他们都难以分辨，而学者也呼吁，应该要从源头就开始严加管控。彰化地检署最近侦办建筑业河沙混用海沙的案件，前往云林麦寮跟彰化方院调查，查扣业者砂石进出货的资料，传唤13名业者，其中10名业者传讯之后交保，混凝土业者表示他们也是受害者。然后就买海沙，把混合在用那碎石机去搅碎，然后用洗沙机再去把它洗过，真的讲是看不出来。混凝土业者表示，不肖砂石业者经过精密洗涤，降低氯离子含量，不过里头的硫酸盐等矿物质还是存在。业者表示，国内砂石粒料管控有盲点。量大的话，它其实就是说，砂跟石头这些料源方面，他们都会做很详细的检测。但是呢，就是说，像一般建商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有针对混凝土这方面做检测。学者指出，虽然去年针对法规将氯离子的含量降到不得超过0.012%，不过只有针对大型工程用量大的时候才会做砂石检测，一般的建案只针对混凝土检测氯离子含量。不肖砂石业者只要降低氯离子的含量就可以检测过关，因此让海沙屋的事件层出不穷。记者林建生、赖世杰，台中彰化报道。海沙屋的问题严重，像是苗栗头份的兴隆国宅，民国70年开始交屋，不到10年就陆续的出现有龟裂，还有天花板钢筋裸露。住户集体向县府来求偿，但是3审败诉，求助无门。另外，在台中的梧栖国小，有2栋校舍是危楼，学生们没有地方上课，苦不堪言。不能住人啊！你看怎么说？你看，这都龟裂到这样子啊！好啊好，你可以拍啊。屋顶墙面整个剥落，客厅凌乱不堪，钢筋外露，看起来险象环生。不过民众却得冒着生命危险住下去。这很严重哎。很严重啊！你看我这边3楼，这边。这里是苗栗头份的兴隆国宅，住户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房子会突然坍塌，只能勉强用钢板架住天花板。这批国宅在民国70年陆续交屋，才过了10年就出现问题，住户苦不堪言。花了大笔积蓄买下的房子却是海沙屋，向县府求偿却是3审败诉。败诉钱都要归还政府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很无奈啊。无奈啊，我们归还他还没关系，还要付利息钱还他呢。而在台中市海线的梧栖国小，民国80年新建的校舍，有2栋是海沙屋，不仅主要的梁柱出现裂缝，天花板剥落严重，墙面也是用手就可以剥下来，现在还得将办公室空出来当教室，空间严重不足，而重建经费估计需要8700万，重建遥遥无期，师生也只能够暂时在危险的环境中勉强上课。
记者林建生、赖世杰，台中苗栗报道。来看中国北京，昨天是发出了雾霾橙色警戒，部分中小学都放了空屋假。北京昨天空气污染严重，跟工业废气脱不了关系。中国的环保部就对华北十个城市进行了突袭检查，发现到有四成的企业仍然有违法的问题。中国环保部最近发起的环保东防行动，主要是对北京、天津等十个华北城市验收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突袭检查了240多家企业，发现其中有近百家废气排放问题严重，其中保定市这家金属冶炼公司甚至出现阻挠稽查的行为。里边太危险了，哎，你干嘛呀？这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让执法，不让拍，不让取证是吧？这烟气就直排了就。检查也发现，北京有些地方工地裸露，防尘措施不足，露天焚烧垃圾的现象依旧普遍。内蒙古的包头和鄂尔多斯情况尤其严重，山西阳泉市则有大量的小石灰窑都没有采取抑制烟尘措施，造成区域空气品质不佳，而且长期无人监管。按照环保部的要求，采取了明察暗访。联合督查，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直接督查，直接曝光，避免呢，那个人情督查这个问题。中国环保当局铁腕出击，发现华北有四成企业空污问题依旧，接下来仍将继续严格执法，进行这项东防行动。对于未能积极配合改善空污方案的单位和个人，无论是官方或民间，都将追究责任。只不过六号起，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又连续三天陷入严重雾霾，防治任务相当艰巨。记者曾慧敏报道。法国巴黎气候峰会这个礼拜就要进入最后的讨论阶段，希望能够在本周五就有具体的结论。而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也透过管道跟各国来结盟，成立泛太平洋气候变迁调试伙伴。来自法国、美国、还有菲律宾、台湾、印尼等国，横跨欧洲、美洲到亚洲的代表与官员齐聚一堂，选在气候峰会正在举行的巴黎，成立泛太平洋气候变迁调试伙伴结盟，来对抗气候变迁。与会的菲律宾环境部长雅克斯塔直言，菲律宾的碳排放占全球不到0.031%，却年年遭受异常气候无情摧残。若要调试因应，需要投入的资金恐怕是无底洞。For our island country, more coastal defenses or ensuring water and energy and food security, all of these, you need resources.菲国强调，等待全球减碳把升温控制在摄氏两度根本缓不济急，面对暴雨成灾已成常态，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降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伤。而这次亲自领军前进巴黎的环保署长魏国彦强调，台湾提出高标准的减碳目标，就是希望贡献心力。尽管端出数字展现决心，但具体做法尚未出炉。能源的相关的配套啊，其实跟温室气体减量法以及我们的国家自主贡献的路径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不过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国家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打破由环保署副署长率团前往的惯例，改由署长魏国彦亲自出席，以 NGO 观察员身份与会，是否会引发中国不满打压？魏署长说没感受到，但他呼吁大会能更具包容性，让台湾这种非联合国会员所做的努力也能被认可。记者李美陈庆中，法国巴黎报道。日本 JR 列车最近是状况频频，先是在月初山手线新车出了问题，无法正式上路，而接着六号的凌晨，横须贺线东京到品川站之间的隧道积水，导致了191班的电车停驶。
这辆列车停在月台处，迟迟不开车，因为前方隧道内的轨道淹水了。昨夜9時過ぎに地下の貯水槽がいっぱいになっているのに気づき、ポンプを3倍に増やして徹夜で排水作業をしました。しかし水が引いては溢れる状態が続き、列車の運行を断念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因为隧道内长达1公里路段的铁轨被水淹没，无法通行，整整12个小时半，包括通往成田机场的成田特快72班列车，共有191班电车停驶，约77000名乘客的行程大受影响。最近特にそれが多いなって思うんで、まあちょっとなんとかしてほしいですね。事故が起きる前に何か点検をするですとか、気をつけて。JR 东日本公司调查，这次出包的路线是 JR 横须贺线的东京到品川站路段，在地下35公尺的隧道中，因为地下蓄水池抽往地面的水管被淤泥堵住，抽出的地下水又回流，导致积水无法排出。電車の発車遅れま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从进入12月开始，首都圈的 JR 铁路问题连连。先是1号因为山手线新车厢的电车门无法关闭，取消新车上路之外，3号其他列车再度发生同样的意外。而同一天的横滨线因为更换电线，全拉断了电线杆，无法行驶。沿线的高中只能够临时停课。列车频频出包，前后总计40万人受到影响，让乘客对 JR 越来越没信心。记者陈诗彤报道。八八风灾难道冲出了金矿吗？屏东瓦鲁斯溪最近陆续就有民众捡到了疑似含有沙金的石头。当地的居民说，在部落的口述历史当中，确实是有提到过瓦鲁斯有金矿。而这样的消息一出，开始就有游客专程来淘金。一群人走下溪谷，在石头堆里翻找东西。放眼望去，灰扑扑的溪床，他们想找的竟然是黄金。黄金嘛，哈，就看那个比较有黄黄的那个，可能是也有可能的。这里是莱伊乡跟太武乡交界的瓦鲁斯溪，八八风灾以后堆积大量沙石，没想到最近却有人捡到这种石头，从表面就能看到石头里含有闪闪发亮疑似黄金的矿物，而且瓦鲁斯溪在部落的口述历史里确实曾提到金矿。历史上是一直传口述有这样，可是一直都没有人证实说真的是来这条河来做那个实地的这样子看到或是捡到的。这一两年就是有人会讲说有黄金，不过金矿跟俗称鱼人金的黄铁矿外表很相似，到底有没有金矿，学者说肉眼不易辨别。我不敢说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第一个是中央山脉的确有金，成分是什么有很多事情肉眼恐怕不见得可以判断得出来，恐怕还是要送去验看。尽管还要进一步鉴定才能确定，不过也因为有村民认为自己捡到的就是黄金，最近已经有外地游客听到消息，假日专程来淘金。记者屏东综合报道。今天的手语新闻通，我们就来学学淘金的手语怎么比呢？先比出金子，摇筛子过筛去泥的动作，加上找。金子，然后摇晃圆盘的动作，再加上找。学完手语，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要带您去台东看看，为什么在海边的房屋，屋顶都放满了一包包的沙包。金头若无你，也会孤单。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这么爱比，就上网报名参加公视的手语歌海选，入围就有奖金哦。啊，虾米呀，只要海选入围就有奖金可以拿哦。哇，好棒哦，我要跟学校请公假去参加。可是万一没有得名怎么办？哎，还有网络票选的人气奖哦。
等你来报名哦。是我的沙哑沙。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台东每到了冬季，就会刮起东北季风。靠海社区的铁皮屋，常常就因为强风和盐分的侵蚀，屋顶生锈被吹走。而在达人乡南田村，居民们就用沙包压在屋顶上，成了特殊的景观。台东县最南端的达人乡南田村社区紧邻海边，当地也是前往阿朗伊古道旅游的必经之地，海岸自然景观吸引游客来观光。现在进入冬季，有游客发现社区居民的屋顶上都有一包包排列整齐的麻袋，以为是排湾族特殊的文化习俗之一。是在晒小米吗？不是的，啊，不然你这个里面是沙子，要压台风会掀走那个铁皮。原来放在屋顶上的是沙包，居民说这是因为南田村一到冬天，强烈的东北季风直接往住家吹，而且房子的屋顶又是用铁皮盖的，如果不用沙包压住，很有可能一觉醒来屋顶会被吹走，就开天窗了。它这个铁皮靠近海风哦，它很容易腐蚀啊，很容易生锈啊，对不对？它自己压住，它不会飞啊。南田村的住家不到100户，现在几乎每一户都用沙包来压屋顶，避免被东北季风吹走，也变成了当地居民对抗冬季恶劣气候的妙招。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视手语新闻，我是王小叔，明天同一时间再会。17岁，高中生，他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他放学都是我去载他，上学放学都我去载他。看到不公不义的事会流泪的他，尽管爸爸是校长，还是常常上街头。是核四同志游行，然后反核的游行。陈建勋18岁，高中生，小学因为跟老师处不来，就申请跳级成功。从小我父母的教育，我每个人都应该是生而平等的，但现实上的法案却不是这样子。于军和建勋都站上了街头反课纲。大家都很臭，没洗澡。然后就挤在那边睡觉。青春应该灿烂如花，但是他们该如何面对家人的担忧、课业延宕的问题呢？在电话中一直告诉他说，你现在要马上离开那边。神秘嘉宾的到访竟然让于军害羞到只会傻笑，让建勋觉得自己才华不够，他到底是谁呢？中午晚上9点，我的灿烂时光就在公视频道，谁来晚餐？贪腐崩坏都是因为贿选而引起，朋友一起选举贿选，爱幸福选举贿选，人人有责。别忘了，我们还要当邻居。哎呀，对不起，我找不过你们走了。往前面坐，往前面坐啊！妈被调查，他们不敢靠过来。只要再给我两个名字，你就可以出去。是不是想叫他害你，然后自己脱身？谁脱得了？